戏，然后锣鼓和口白以外，还要互相配合默契。可以练习专注力，因为操偶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力。如果没有专注力的话，偶操出来就是会不漂亮。要顺。停。再来。这基本上是练小朋友协调性，包括双打，左手右手不同的协调。对啊，其实蛮对小朋友的协调或者什么都很有帮助。对啊，比如说像学乐器，都是传统的乐器，笛子、胡琴、锣鼓这些东西。前面两个音我要断的，不要再把它连起来了。再次，那我表演艺术里面我分成大概两支，一支是我们传统艺术，就是所谓的布袋戏或者是歌仔戏来做发展。那一支就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一般的表演艺术哦，比较深化的表演艺术。那这个表演艺术它最后必须要有一首成果跟展示。那像我们的布袋戏。那我觉得传统艺术其实是整个台湾里面比较欠缺的，所以我在艺文深耕里面，我们有几个年级，我们就加入了所谓的传统艺术这一块。那在上半年我们会用布袋戏，那下半年我们就会加入了所谓的歌仔戏的这个概念。艺术理论课程里面有8到10堂课来做表演艺术这一块，就是等于说是跟外面的师资来做结合。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孩子在除了我们音乐没问题，视觉的师资没问题，那我们表演艺术是比较欠缺的，那我们就来补足这一块。哇，两只，其他一个，他一只，哇，来搭起。教育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有时候你不知道我们播下这个种子到底最后会变成什么样，我们其实不知道。那我一直觉得学校或者教育人就是这样，我们播下一个种子，就像我们布袋戏，其实他以后不一定成为是布袋戏的演员，他重点是什么？他以后如果因为这样而喜欢传统文化，或者是去因为这样懂得欣赏传统文化，那这样我们的根才不会不见。统的掌中戏再流传下去，想让它再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主要主角之一。